日前，现代大型都市情感悬疑剧《金玉满堂》在京举行发布会，穆婷婷、苑琼丹等主唱出席，女主角胡杏儿因档期问题缺席。首次和胡杏儿对戏的穆婷婷表示，一开始特别担心。她比我想象中的要随和很多，因为那时候她刚刚拿了视后嘛，我还挺担心的，我怕她会不理我们。没事，我在这里。对，有丹姐在，她也不敢，谅她也不敢。结果我第一天见着他，我们还没打招呼，他就过来，他就说：“哎，婷婷，我特别想演你这个角色。”天天游戏里的胡九妹穆婷婷，次次转型心机轻熟女，设局绑架耍奸斗狠，无恶不作，与蒋毅联手搭档一对心怀仇恨的腹黑情侣，被网友吐槽是不作死就不会死类型。穆婷婷也曾担心过亲情们会不喜欢，不过她也称自己要尝试更多的角色。因为我不可能永远都演九公主这样的角色，我肯定要去尝试别的东西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